刘德华华仔7月展开巡演，上星期五起移师深圳，连唱四场。但在9号最终场就发生了踩空跌落地的惊险意外，甚至差点跌落台底啊，令粉丝心惊胆跳地频频尖叫。他稍微整理好情绪之后就说，我不应该，我不应该，我答应大家安安全全健健康康，希望安抚全场粉丝受惊的心情。今次他差点跌落台底，过程真的很惊险啊。事后华仔在官网华仔天地铺靓仔相报平安，还发文字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一站再聚，令粉丝都留言说他要注意安全，保护自己。